灵魂之窗，让他在被轻松的温柔里享受温暖按摩，给他高科技智慧的呵护，让他放远世界。被轻松热气动治疗仪，科技健眼被轻松，每天五分钟，世界被轻松。现在的环境，小孩子要不得近视很难。看到小孩戴着厚厚的眼镜，不是行动不便，就是变得萎缩没自信。我们做父母的看得心疼自责，哎呀，近视真是害惨了我们的宝贝。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眼睛，睫状肌长期紧绷，造成弹性疲乏，水晶体不断变厚变凸，这就是近视。要维护眼力，改善近视，平时应该多做眼部热敷，按摩眼部穴道，转动眼球运动。首先先把两手互相搓热，覆盖在眼睛上。现在用大拇指按摩你的眉头攒竹穴、眼头承泣穴。现在我们做眼球运动，先左边转十次，右边转十次，上下转十次。我们相信做眼睛穴道运动，这些方法是有根据、有效果的，但是要长时期维持是有困难的。眼部保养的麻烦工作就交给被轻松热气动治疗仪吧。被轻松热气动治疗仪融合传统中医经络学、国际眼科医疗成果，经过中西医学专家和科技专家长期合作，并经过数千次实验而研发成功的新一代产品。我们比传统护眼仪多了很多突破性的做法。我们发现红外线的分类中，对人体最有益的是4至14微米的光波，我们称为生育光波。被轻松采用的就是4至14微米红外线生育光波，加温后对活化眼部细胞、增加眼部供氧供血量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另外，我们还研发出具有真人手指捏揉推拿效果，能产生气压、指压，并具独创的生育光波、热频效应的三效合一微电脑晶片，它能帮助眼球做转动同体运动，使睫状肌得到有效锻炼，防止睫状肌拉长变形，消除眼睛疲劳，防治近视，改善眼球突出。被轻松的设计把眼部周围的穴道都照顾到了，它提供出最适合眼睛的揉压力道与平补振波，加上特有的生育光波、热频效应，让通经活络、调和气血的效果比传统方式的按摩好上数倍。这个产品是中学西用的最好典范。使用被轻松就好像每天把孩子送到视力恢复中心去做眼球运动，接受眼睛穴道式的按摩，没多久小孩的近视竟然好了，真是感谢被轻松。玛丽年15岁，患有假性近视，左眼200度，右眼275度，经医师诊断并以睫状麻痹肌药水治疗，但是半年没有改善。我特别挑选被轻松给我女儿用，早晚使用5分钟，就这样用了2个多月，现在视力好多了，左眼降到125度，右眼降到150度，本来突突的眼球也改善了很多了。每天用被轻松，感觉好像妈妈在帮你用热毛巾敷眼睛，又帮你做眼睛指压推拿，用完以后眼睛看东西真的是清晰多了。使用被轻松，李小薇在70天内恢复良好，几乎可以不用戴眼镜。她的母亲决定继续使用，直到女儿视力恢复正常。发育中的眼睛最容易得到近视，却也最容易矫正。把握小薇视力治疗的黄金期是父母的责任，不要因为您一时的犹豫拖延，造成孩子终身的遗憾。我班上近视率达70%，我们以被轻松来进行为期30天的实验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2至4行以上度数的改善，其中甚至有5个假性近视的学生恢复正常，成效良好。刘倩今年16岁，从12岁就得了近视，而且眼球突出。在3个月前，她的父亲让她使用了15分钟的被轻松之后，视力表马上提高了2行。她的父亲决定让她继续使用被轻松。我每天晚上上床前用15分钟，眼睛马上感觉很舒服。3个月了，现在左眼进步了100度，右眼进步了75度。以前好丑的凸眼，现在也好了。20岁以上要治疗近视就很困难喽。家长是孩子眼睛的主治医生，早期警觉孩子眼睛发出的危险讯号，早治疗、早补救、早见效。现在马上用被轻松热气动治疗仪来关心您心爱的孩子吧。用被轻松会觉得眼睛热热的，好像有人的手在眼睛周围轻轻指压，用完以后感觉神清气爽，好舒服。每天睡前用被轻松，眼睛感觉温热温热的，又有个力量在轻轻拍打你的眼睛，
我每次定时15分钟，因为太舒服了，常常时间不到我就睡着了。贝轻松热气动治疗仪，让疲惫的双眼深呼吸，超越贫穷，唯一三效合一：一、仿真人手指捏揉效果；二、能产生气压指压功能；三、独创的生育光波热频效应。想让孩子拥有明晰的未来，对人生展开精准的目标，每天5分钟，世界贝轻松。